好，即将为大家奉上的是今天的第二场国产三岁纯血马系列常规赛 A 组的1000米的比赛。第二场的比赛奖金呢，依旧是150,000元，那是三岁马匹的一个比赛，分别为1号马一统江山，2号马16，3号马赢得精彩，4号马潜力之星，5号马勇强传承，6号马书童奇才，7号马燕春风云，8号马斗转星移，9号马隐形战士，10号马战术大师，11号马七彩追云，12号马银行家，13号马满江红，以及14号马冲破云霄啊，又是一场满闸的比赛。第二场国产三岁纯血马系列常规赛 A 组马匹亮相开始。1号马一统江山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溜色公马，骑师初一，练马师刘二端，马主曹志强，负磅56公斤，位于9号闸。2号马16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栗色公马，骑师敖白云，练马师牛文广，马主吴海勇，负磅56公斤，位于2号闸。3号马赢得精彩，来自中国的三岁青色公马，骑师陆金贵，练马师张明亮，马主牛继伟，负磅56公斤，位于10号闸。4号马潜力之星，来自中国的三岁青色公马，骑师李璐，练马师刘代强，马主张健，负磅56公斤，位于7号闸。5号马勇强传承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溜色公马，骑师黄世浩，练马师陆汝文，马主李勇，负磅56公斤，位于3号闸。6号马书童奇才，来自中国的三岁褐溜色母马，骑师双鹰，练马师斯日古楞，马主玉龙马业，负磅54公斤，位于11号闸。7号马燕春风云，来自中国的三岁褐溜色公马，骑师王武美，练马师罗先科，马主赵春，负磅56公斤，位于6号闸。8号马斗转星移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溜色母马，骑师阿和卓力，练马师牛文广，马主华宇马业，负磅54公斤，位于5号闸。9号马隐形战士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栗色公马，骑师张强，练马师何一鹏，马主玉龙马业，负磅56公斤，位于12号闸。10号马战术大师，来自中国的三岁褐溜色母马，骑师田岩团，练马师何祥寿，马主玉龙马业，负磅54公斤，位于4号闸。11号马七彩追云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栗色母马，骑师黎荣昌，练马师何一鹏，马主玉龙马业，负磅54公斤，位于8号闸。12号马银行家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栗色母马，骑师赵新刚，练马师何祥寿，马主侯兴建，负磅54公斤，位于1号闸。13号马满江红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溜色母马，骑师田新华，练马师许富强，马主玉龙马业，负磅54公斤，位于13号闸。14号马冲破云霄，来自中国的三岁溜色母马，骑师魏云中，练马师斯日古楞，马主玉龙马业，负磅54公斤，位于14号闸。好，闸门打开了，比赛开始。我们看到有一匹红色彩衣的马匹漫展，我们再继续看一下，目前排在本场比赛最前面的，就是看到的是红色彩衣的5号马勇强传承，位于外栏的呢，就是来自7号马燕春追风。风云，然后再往后看一个马，两个马身之隔的呢，就是一统江山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赢得青彩七彩追云银行家在后面。现在马匹已经过了第一个弯道，再向最后的一个直线冲刺进发。两匹马还是差距不大。然后位于外栏超出来的一匹马，就是玉龙孩熊勇的孩子冲破云霄。位于内栏的呢，就是1号马一统江山。再往后继续看的话，可以看到是潜力之星、赢得精彩等等这些马匹在后面一直在挥鞭催马。马匹已经过了直线，再向最后的400米的终点进发。现在马匹的差距都不是特别大，五号马勇强传承也在追，现在是已经稍稍领先了半个马身的呢，就是1号马大热门马匹一统江山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玉龙熊勇的孩子燕春风云也追了上来。现在看到的是勇强传承已经领先了大概半个马身，后面的马有没有机会了？没有机会了，五号马勇强传承